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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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啊，《大乘妙法莲华经》啊，《药王菩萨本事品》。就是我们的大专同学哈，但因为没有，我们就是疫情关系哈啊，为了这个啊这个公共疫情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呢啊在这几个月当中都没有啊这个实质的演讲了，虽然民间 OK 了啊，那学校可能更加担心啊，那就发起了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的这个网路演讲，那这也是好事。那药王菩萨本事品其实以药王为名，其实他推崇的其实是法华经，其实他是法华经的流通当中五品主要的流通当中，其实是五段流通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也不好说最重要，就是说他提的是这个苦行乘的流通乘 流通，也就是说行这个苦行来流通，那是指的是药王菩萨。那药王菩萨为什么要行苦行？那再来就是行苦行呢，是个什么样子的意义？最后就展现出。药王菩萨又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位特别的菩萨？最后再谈到《法华经》，甚至于《法华经》当中的《药王菩萨品》，他的这个感应啊。那当然了，这个其实《法华经》的流通呢是相当之。多元的啊，就本身它的流通有各类的这种流通的方式，那包括普门品啊，我们说的这个普门品啊，也是它流通的一个最有名的啊，就是度化普门四现的这个流通。可是呢，要谈到药王菩萨的苦行流通啊。一般来讲，他就比较不应那个众生的忌，因为众生基本上他没办法那么苦行嘛，这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没有像没办法像这个我们所知道的普门品这么样子的多元，这是大家要能了解的。可是即便是如此，药王菩萨品呢，在我们汉传佛教的诵经的感应当中啊，也其实也是很多的，那最主要是因为药王菩萨他的苦恨，虽然不是众生容易是去跟随的，可是呢，他却是相对感人的啊，这点是不一样。那么也因为感人呢，所以在这个诵持的感应录当中啊，单诵这个普门这个药王品就有他的一个感应。那么在感应呢，当然我们等一下一定会提到，这感应就连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疾病这个事情来
啊，我们的所谓的这种世界上的这个疫情啊。不过我也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啊，这种所谓的疫情啊，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说看看能够这个世界能不能回去了啊，能够跟以前一样啊，那恢复像过去那样的生活啊，这个疫情就好像流行感冒一样，反正最终呢也没什么大影响。我想我们没办法现在预测什么，我们也不方便哈。现在呢，我们说我们去预测些什么，但是呢，其实已经开始有科学家呢在讲了，说可能这种冠状的新型的这种冠状病毒啊，搞不好它最终呢不会在地球上消失。那也就是说它这次的这疾病发展下来呢，它有可能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人类的所谓生活样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类怎么面对这个疾病？那就在跟这个药王菩萨品里头呢，所提到的苦恨，又会什么样关系？还是说送药王菩萨品本身是一个很好治病的一个因缘？那面对现代的社会人，他很人本主义的，很有那个人本的经验，然后他会觉得说，送一部经跟这种疾病有什么关系？难不成我送了这个经，我就可以不用戴口罩，然后到了任何感染的地方去，就不会受到感染？难不成是这样吗？好，我想当然不是。但是它代表什么意思？特别是在这个很人本的文化思想，其实是人本文化，其实不是说只有中国有，其实全世界都是人本文化为主的，因为人嘛，但人就是以人的经验嘛，特别是很多科学家、知识分子，确实也容易形成比较人本的思想，哪怕是哲学家也是，哲学家在某个意义上呢，他其实是在跟宗教是有竞争关系的，所以呢，他大概或者是某些思想家，他大概也不太想，让。宗教的对他的听众或对他潜在的信众我这样讲或者是说信仰者呢太深入，除非是本来他就有宗教信仰的那种宗教哲学家，那他才会把宗教放进来。不然你去看看，无论从西方从东方来看，搞哲学的其实他想破脑袋讲了一大堆里里扣扣的里里落落的东西或许确实也影响了人间呐、那势必要影响人间呢、现在卖，卖荤食的影响人间，绝对比影响过宗教还要大，因为它符合人间的欲望嘛。那哲学家用一个人间的人本的那种我执的思想，在流通世间，搞不好真的也是超过宗教也说不定。可是呢？实相终究不是这样。人类所真正面临的问题呢，并不是靠那些想象或者人本的经验可以全部解决。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宗教它在这么多人本的经验之下，它不受到这个致命性的打击。但是其实是在蚕食鲸吞的打击、就在昨天嘛、我们有一位同学、他现在在美国读书，然后因为他常听到我说到说联合国有这么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有的，他也是这么讲，2025还是2050，因为好像是这个时候，他就说到说根据这个大数据的全球分析、佛教人口是降低的，回教人口是上涨，那广义的基督教人口它基本上持平，基本上持平。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其实说过不止一次
啊，后来居然有同学呢也去查了，他因为他读的是属于比较这个文哲史的这部分，所以他比较容易会去查这方面资料，而且查了台湾其实有一些研究单位呢，也做了一些研究等一下如果我刚刚是在找了哈，等一下如果 PO 得出来，你们也可以看得到，他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趋势。那个趋势呢，跟世界趋势完全一致，而且搞不好看起来呢，还更危险，还更加的危险。也就是说，险峻程度比全世界的平均值搞不好还更大，它的衰减情况呢，比世界的平均值还要大。因为世界人口当中呢，你比如印度就占了也13-14亿人口啊，然后在欧洲、美国。这些都几亿几亿，而基本上日本也基本它算是人也是很人本的啊，就是我们叫做世俗政府。可是它的因为它有天皇信仰，相对它就有鸟居的这种所谓神道教色养信仰呢，它就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天皇也是一个王嘛，它是你要说不友善的说法，就是来自一个神话，但是他们就相信那就是他们民族产生的缘由。那这样讲，他就整个民族的建基就容易建立在一个久远的故事当中。这个久远的故事固然不等于宗教，可是它相对的就比较容易跟宗教色彩相结联合。那台湾呢，因为它长期以来是被多元的政治势力所教育或者所掌控。那他最原始的从大陆过来的时候呢，他带上他自己的神道教色彩，也带了佛教，但佛教跟神道教色彩基本上还是不一样。神道教色彩就是我讲的祭祀，那这个祭祀就会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个药王菩萨送菩萨药王菩萨品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呢？会比较有关，可是呢，他又很深奥，然后他的位阶又相当高，那他的文字一般表面一点都不难懂，不难懂啊，但是呢，他到底是要实践呢，还是要作为我们自己的道德实践呢，还是只是一个某一个观念的建立而已？这自来呢，没有很广泛的说。你比如说普门品就不一样了。普门品它的颂词本身，它就是一个可具体实践呐，称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能够少于贪嗔痴，乃至称念菩萨名号，种种的苦难、官司、急难、天灾、人祸、疾病等等，大概你遇得到的，还乃至于家庭，比如说育生男得男，育女得女，求女得女的这种家庭眷属，通通 cover 解决。所以说普门品本身它就很既白话，文字又优美，它的操作又很具体，所以它的流通就变成太自然了。你道教徒啊、神教徒等等送普门品的都一点都不违和，完全很自然。虽然他可能解释方法怪怪的，但那些白话的字句他们自有他们能在能力之内的解释。但药王品就不是这样，所以呢，你知道天底下事情就是，佛法有佛法特殊的因缘，但也不离人间的一个应机相了。他讲起来就应机比较弱一点。虽然在今天我们如果就一个网络查询的话，我们也可以查得到说啊，这个也是不少的大德啊长老都有解释到。或者提到药王菩萨品啊，这个内容啊，但是呢，就是不兴盛。那所以我因此我自己就有这个企图，我希望说这次的一个简易的一个解说啊，那么有没有机会呢？在这个大家的一个我们这样讲好了。就不是那么的流通的这个状态底下呢，我们有没有机会啊来让大家呢多了解一下药王菩萨品他
它本身哈、啊，它在我们这个修道或者是末法时代，啊，有没有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或者我们好吧，它能不能操作？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这次讲的一个企图。那么这个也呼应了同学当时书隐含着的这样的意思。他刚开始谈起来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主要是指的是啊，我们啊在这个疫情当中啊，那要不要呢啊对这个啊疫情的实质有什么样帮助？那如果说这件事情是确立的，可以有帮助的，那我们就接着就要谈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未来我们在人间当中修持，可不可以把药王菩萨品就像普门品一样单独来推动？那它就有一些论述啊。我看了网络好多长老啊，都是我们精进的长老啊，他的一个教说啊，我们都看到了，都很赞叹。但似乎并没有说，不要讲取代好不好？就是说，也跟普门品一样，或者这样讲好了。我们说普门品已经这么样子的流通啊，广泛了。那有没有机会哈？在这个普门品之外，有一个更应机的，而且也是基于《法华经》这样子的一个调和，这样一个具有成佛意义的经典当中，类普门品这样子的被大大的这个推动推行，我倒是今天这个演讲当中，我个人有小小这种期望啊，这是我开题部分这样讲。总而言之，我们来看看哈，药王菩萨品。我药王菩萨本事品，我会简称叫药王品，他这一品的内容啊，我们其实他是在整部经当中啊，很明显的，因为他是第23品，那么在这23品当中已经是属于流通分，流通分当中啊，根据我们智者大师所以说解天台。来以天台来解这个法华经的话，这个总共呢流通分其实相当广的，有足足是一品半啊，是都在讲流通分。那流通分中分的两大类啊，一种是经的功德流通，经本身的功德的探讨经本身的这个功德的流通。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弟子们修持，那么接受佛陀的副主流通。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第一种是，哪怕你不去这个实践，或者没有弟子来说自说他在《法华经》上面的功德如何。得到的功德利益如何？《法华经》本身世尊就说明了他的因上功德跟果上的功德。那接着呢，又讲到信，光信《法华经》的功德，或者信《法华经》的价值。《法华经》的价值就是开慧啊，开权显实，那慧三归一，就两个字而已，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开。就是开权显实，就是把佛的本意、出世的本意究竟说出。那说什么本意呢？就欲令一切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啊，悟佛之之见，也就是一切众生皆成佛道。这个不抵触于所谓的什么一禅提不成佛，这我以前都讲过了啊，不抵触，因为应的机不同啊，世尊得要这样说啊，那不是不抵触。这是开，那慧是什么呢？就慧法门，开本机，这样讲。开慧，开慧其实是这样讲的。我们如果要讲白一点是这样，慧开是开本机，就是世尊的机跟本，或者基本也可以的哈啊。世尊的机跟本最终都是什么呀？都是要让
一切众生的本根本能够成佛，而是开显无论是机或本，那么本机都要开出来的。佛的本意是要让众生一切开示悟入 佛之这个正见，佛之本性，佛之究竟，那么这叫开。那慧呢，是慧法门，慧一切法门，最终呢都是一法门，一佛乘法门。哇，那这样的话你听起教法来，你就变成很完整了，你就没有什么担忧了。哪一种教法最终如果不汇入佛教的最终的成佛一佛乘，所谓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那你就应该理解有问题，就这样讲。所以不能够理解成佛的，或者不知道成佛之意义价值的，或者不知道你的果位跟成佛的距离是什么的，而误认为你的修行就完整了、完成了，这样子的对佛法的理解都没有他接触到一佛乘的概念啊，这样。那么这样子呢，这就是开慧的本意。但是要让众生能够开慧得利益，到了本门来，那他就有一个十一品半都要让众生理解这个开慧的概念。哦，是要这样的。你要知道法华经的目的是开慧两个字，是无论机门或本门都是为了开慧，开这个佛的本意，会一切法门啊，都是要这样。那他要流通，就是要流通什么？就要流通让众生了解佛的本意是开会啊，啊，开佛本意，会佛法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药王菩萨品本质也不会离开这个，因为他就在流通分当中，他不再去谈什么成佛了。他也不在谈佛的本意了，他不在这，因为已经在流通了，所以他的内容并不会去谈什么呢？谈《法华经》令一切众生成佛这件事，这在前面正中分，无论是本门、机门，已经讲完。他要的是你已经知道了，因此我要告诉你，《法华经》多好，《法华经》透过药王菩萨的自我显现，它是苦行显现，我们来见贤思齐。那见贤思齐，思齐是哪个齐？行动上的齐，还是内涵意义上的齐？行动上的齐我们大概做不到，但少分做得到了。我们比如说，我们燃纸、燃鼎、燃香，燃鼎也是燃香的一种啊，就把香放在头顶上燃啊，或者燃指就难了，哦，燃指就是药王菩萨提的那个的燃身燃臂，还有我们梵网菩萨戒里头讲的燃身燃臂燃指，也是这样燃。你可见菩萨戒也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他就暗合着药王菩萨。不过呢，很快的你就会看到中国的祖师，他就很保守的告诉你说：“哎呀，这个哈。”不要随便这样做哦，这个这样做菩萨可以这样做，我们凡夫这样做的话可能还犯戒哦，因为声闻戒法当中有不可毁伤自己身体的这样子威仪跟戒，比如说自杀其实也是犯杀戒，也是犯自杀，也是犯杀戒啊，所以他也是不容许的。我们最近的一位就是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就在他的小文章，他有很多小文章当中就有提到哦，讲到戒律小文章，他解释的菩萨戒的时候，他就提到，不可随便做这种烧自己身体的事，啊，或者烧手指的事。他说要真的很有道心，然后不能够这么好像说哗众取宠，或者是抱虎平和啊，这个会惊世骇俗，乃至于。对，乃至于也有可能让人家起毁谤什么的，因为人家害怕。哎，修行佛法不是那么慈悲的吗？怎么会有这种动作？就这样啊。所以说佛法其实很不思议，佛法也不是简单的表面人类认为的慈悲就会这样。你药王菩萨就是一个最特别的状态，他燃身，后来能够化身出现，化身回到了那个
有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化身回来了，再来，再来见佛的时候呢，他仍然还要烧壁烧纸，哦，还要这样。那么，而且日月净明德佛入灭之后烧的舍利子，他要供养舍利子嘛，也就供得起来就好了啊。他已经烧身了，现在干脆还要燃壁，几乎所有你能够做的都做了，啊，那这就很超出人类的一般人本经验，所以恐怕也是这样啦。好，那古德在单独流通药王菩萨品的时候，看起来就不多。好，我知道在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有居士告诉我说他有印，还是他正在印，不知道，我忘记了。他是说问我要不要，那我说第一个，我们自己有出版社啦，那如果真的要印的话，可能我这个人又老毛病又发了，一定会怎么样啊？用什么纸啊？用怎么样子印发啦？要校订稿子啦？要这样？我一直很害怕那个不恰当的内容，或者有没有好好校订的经啊，或者是啊装订不太 OK 的纸或者装订法，让一本经好好的经呢就储在那里。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会变成这样，啊，会这样。那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啊，暂时不用。那如果讲完了之后，大家有兴趣，我们也可以来单独流通这一部，这一品，或许为什么？第一个是疾病越来越多，我刚刚不讲吗？是国际上说的那个未来那种冠状性的病毒，其实不止，搞不好还不只是这个新冠，搞不好还有其他一直在那里出现，那怎么办？啊，这第一种。那第二种，那这样的话病就常有。第二种就是怎样，众生现在欲望过多，那药王菩萨是以苦行秤作为什么？作为流通，也就是说他行苦秤苦行来展现着对这部经的无眼佛界完全不保留的什么呢？报恩。他其实是报恩，他不是说为了要流通，他不是早就流通了吗？他其实是要报恩的。所以这里头又有报恩，用苦行报恩。现在人最少的就是放逸用苦行解决，然后不念恩啊，酸民，然后不知善恶，不能分别善恶，只分别欲望，只谈意识形态，不谈是非。这样子的话，那没有那报恩心，也众生与众生之间的对抗力，那他其实他谈的是报恩。所以药王菩萨品呢，他对现代人或许听起来乍听之下有点说超出一般人类经验，好，是这样。但他其实展现的精神，很强烈的展现的精神是这两个其实现代人需要啊，更别提说他的庄严性啊，是这样。好，那么再来就是他在流通分当中其实是副主流通啊，副主流通，副主就是佛的副主，就是佛直接对你，也就是这几品呢，啊，这几品当中基本上都有什么？都有对象，都有主人的。那主人啊，佛都对他来做主父，父主他。前面的三品呢，初品的这因功德、果功德跟性悔功德，都在谈经本身，他就不需要有那个人的对象，没有那人的对象。到了后面这八品来，都是流通分，那就有对象，包括最后一品二十八品当中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劝发普贤劝发品也是有人呢，啊，就都有主角的啊，都各品有主。那么药王品呢，就是药王菩萨品为主啊。那么我们顺一顺这个文，这刚开始是药王菩萨在法华不秀王花菩萨在法华会上啊，秀王花菩萨是一位很重要的菩萨，他在法华会上呢为众生提出一些问题。其中在这一品当中也问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他问说有这么之前就提到了药王菩萨，那么他现在就不必再多说药王菩萨怎样了啊，乃至后面还有药王菩萨这个供养供养的事情啊，还有好多，那么我们就不提。那么这秀王花菩萨呢，他说他对世尊问
大家都熟悉的药王菩萨。他说云何游于娑婆世界，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难行苦行，善哉世尊，愿少解说。也就他首先就举出他为什么要问药王菩萨，因为他种种苦行。你看一下手就告诉你他就是苦行，所以药王菩萨就是 Kovin 就是苦行 之菩萨。很特别，有的菩萨是以赞叹，有的菩萨是以供养。那么这个有的菩萨呢是以什么普门示现，那但是药王菩萨呢是长期以来是以种种难行苦行。那么连菩萨自己都说难行苦行了，那你何况？那么世尊就告诉秀王花菩萨，好，你问，那我告诉你，就过去对是无量无边，过去无量无边恒沙劫有佛，那尊佛是谁呢？就日月净明德佛啊，净明德如来了啊，佛如来等等等等，净明德佛，日月净明德佛，在无量劫以前就这么着，就这么着了。那个时候呢，那个佛的世界是长什么样的？是有八十亿大菩萨摩诃萨，七十二恒河沙啊，七十二恒河沙大声闻众。你看还是一样有菩萨有声闻，众生根基嘛，他的阶级很广。那佛寿四万二千劫，吓死人了，一劫就不好说了，还四万二千劫，所以我们的生命你就看有多短，有多惨，有多惨，对不对？动辄就要死掉，所以你说你要不要念阿弥陀佛？所以我跟你讲，如果随便你这样看这个佛寿，都会让人傻眼的岁寿，四万二千劫这么长，你简直不想活嘛？你不是不想活，你那活的算什么嘛？你不念佛，那你在想，我今生念佛往生，再苦念佛往生都值得啊！我们的这个一生怎么一百岁啊，一百年好不好？跟他是四万二千劫，你要对照一下的话，那一刹那的打个喷嚏都还短呢，像眼睛要眨一下就过了。四万二千劫，那我们叫做一百年，我们是拿年来算，他拿劫来算，那是不是讲就过了？那这样有多苦？那是你幻想。时间漫长，漫漫长夜都是你幻想，都是你幻想，是这样哈。这题外也不算题外话了，就是他世尊在展现这个劫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的什么不练见就要产生对应。现在四万二千劫，注意听啊，劫。那一般来讲，我们就做小劫好了，那就多长啊？这样好，其佛寿命，其菩萨寿命亦等啊，其菩萨寿命亦等。哎呀，讨厌，菩萨寿命也等啊。这里头的菩萨都是大菩萨，才会就跟佛的寿命相等啊。那又来了，国无女人，你看看到没有？所以我到处跟你讲，我说到处的经典都讲好。优质的佛国基本没女人，叫比好修行啊。这样讲完话之后，下面丢来很多罐头，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面包屑啦，什么果皮啦，就丢上来。现在人呢，什么俩行俩后，我们哪个家都翘杂啵，这是呢，这是台湾人的谚语啊。但是经典就是这么说的。就这么说，不，我说过，哪怕律上也这么说啊。女人难养啊，乃至于孔子也这么说啊。好，那么呢，无女人，而且先把女人讲前面，才讲地狱恶鬼畜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地狱恶鬼畜生的前提是要没女人，有女人畜就会有地狱恶鬼畜生。这也是经上说的。那个什么？人家开始就很 OS， 啊，就说法藏法师，你可以，这是真理，就算这是真理，你可不可以不要说那么白？就有人 OS 会这样。那 well， 我就是这样啊，不然怎样？我就是因为这样庙盖到现在才盖不好啊，是这样，不够圆融是吧？哎，这个其实盖庙是一刹那的事啊，讲佛法的真理是永远的事啊。
我还是会比较算的啦，我宁可得永远，我干嘛去在意刹那，对不对？我一个人得供养多跟少，我刚刚不讲了吗？不过一眨眼就死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地狱恶鬼畜生在女人之后，首先前提要无女人，就不提了。阿修罗等，这都是我说过，经上有时候把阿修罗当作是恶道，但是呢，天修罗算不算？算。他这里不分别的时候，连天修罗也算。为什么？天修罗有天福没天德，有福没德，你当然麻烦了，对，都烦恼重啊。有福啊，现在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很多人有福报啊，他没德啊，没道德，没道德，这里那个福报只是让他承担的很痛苦而已，是这样啊。好，等以及诸好。这是就人的本众生的本质带一下子，接着讲什么？讲大自然，讲大自然是怎样？以及诸难，诸难就是国难，或者各种的人类难，比如说什么边地难啦，什么龙盲鹰哑难啦，这八难，八难三途这个难啊，或生在佛前佛后，没有这种难。换句话说，每个人生在这个日月灯明，日月净明得如来的国中的人呢，都不会有这八难，六根不具啦，佛前佛后啦，身在边地啦，这一类不会。还有大自然呢，地平如掌，干净得很，琉璃所成，所以不会。琉璃所成什么意思啊？就是纳米涂层，不会着尘埃，干干净净。是这意思。那么宝树庄严，宝藏覆上，垂宝花幡，宝瓶香炉，周遍国界，乃至于七宝为台，其他就是等等等，七宝为台等，就是讲经说法台也好，或者你住的地方也好，那就宝树庄严，宝藏覆上，宝幔垂宝花幡。这个香宝瓶香炉周遍国界，都是这些庄严具，清净庄严，没有染污。那你叫极乐世界，都差不多是这样了，没有女人啊，三恶道等都这样啊，也是什么莲花开敷啦，种种宝藏等等也是。所以这就是诸佛的净土的通途，通途。那么呢，好，这么就带过了这个。他现在要世尊要介绍药王菩萨的什么出场，当年主要那个剧情，他要讲那个故事的背景环境，先介绍。皆有这个那个台啊，都有菩萨声闻。而坐其下，宝台上呢，诸天坐天祭月，歌叹于佛，以为供养。所以庄严的天月在台上供养，那佛会来台上呢，若在台在来临台上讲经。这个时候尔时啊，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有这么一个菩萨呀。他呢，于众菩萨声闻众说法华经，世界众生喜见菩萨要喜苦恨啊，为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还有其他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等众说法华经，谁呀？日月净明得佛啊，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所以药王品的主要两位主从啊，佛，这个佛是日月净明德佛，菩萨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那么特别开始介绍了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了。他说啊，菩萨呢要喜苦恨，于日月净明德佛中啊，他可是精进精行，一心求佛。精进精行是干什么？思维佛法，不是走来走去，精行。精行就是思维佛法，在行动中思维佛法，行动中思维佛法会比坐着思维佛法不差，不差。
很多情况之下是行动中思维佛法。像我在办公室啊，六楼办公室，你说我没运动，我有运动啊，整天刚刚像刚刚要上课的那个大律师打电话来，我一时也没接，没办法接，来不及了。啊，要是接了讲，我都是在里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再怎么小的房外子，我都可以绕了拜殿走啊，走着讲电话，因为都在思考啊，所以精行是思考哈，精进精行，精进的思维佛法。那你看哦，精进嘛，所以叫一心，一心求佛道，求佛就佛道的意思，一心求佛道。然后呢，满万二千岁，你看这就是用岁来表达了，前面用。劫，你看看，现在用岁，缩短了很多，好几十个吉，好多个吉量啊、嗯。那么得现，结果呢，他就一万二千岁而已哦。这已经是古之前已经有修了，不然不可能那么快啊、嗯。那么呢，就怎么样得现一切色身三昧？我们的后面的很多流通分当中的菩萨。妙庄严王菩萨等好多都是现一切色身三昧，为什么？因为利益众菩萨要利益众生，现一切色身呢是前提，不然呢色身不庄严，众生看你就没点，看你就没点，这种概念就会有这种概念啊，是这个啊，所以说现一切色身三昧。那么得此三昧以心大欢喜啊，他这是在讲他第一次得，也没有说第一次、啊、得就得了啦，这是不退的啊、哦，这是不退的啊、哦。那么得这个三昧的时候的样态，初得不能叫做第一次得，难不成有第二次？初得这个色身三昧的样态，的样态是怎样呢？心大欢喜即作念也，你看他得了之后呢，马上就产生念恩了。我得现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闻法华经历，我今当供养日月精明德，以及法华经。他是报恩，用苦恨要来报恩。以下就是讲他的苦恨。那于是于虚空中遇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细末坚旃檀黑旃檀。乃至于虚空中如云而下，又于此海，又遇海此岸旃檀之香，只将六珠架子娑婆世界以供养佛。奇怪了，他怎么有钱买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很现实的问大家，这情况是怎样？具体的情况经典没交代，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就他是菩萨。菩萨的话，很多情况是自然感应。他自然，你看看那个光声闻人，哈，都有那生下来手里就握的金币的，生下来之后呢，这个山河大地一片空的，见证空性。你要知道，我说过了，当他自己的业感功德已经从他自己的自受用到了他受用的时候，他。能够受用的东西别人也能看得到，一般来讲是我们自己受用，懂吗？能暖自知啊，如人饮水能暖自知，你自己受用，但是他已经到了能他受用，所以他就能这样。可见药王菩萨不是今生再来修药王菩萨，一切色身喜见一切色身三昧呢的正德的，不是这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今生才开始修，那久远已经修来了，他福德已经够，更何况正德一切色身三昧，那当然他更与法界圆融不思议心体相应。那么呢，他一念恭敬心，依于恭敬心所要运用的恭敬的工具，表法的，那是表他内在的法跟内在功德的，就能够随顺心现前，就这样。所以呢，有妙无妙，不用分别，你修就对了，为众生发心修就对了。
那个不是你想得来的，想得来当然也可以想，但是呢不能勉强，这样可以想那不要勉强。怎么样大的寺院都是长老想出来的呀，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这些都是想出来的呀，怎么不能想呢？我的意思是说，想归想，但是努力归努力，执着到不行，人家是这样成就，是这样成就，都知道有因有缘。那这个因缘不是你想得来，目标你可以想，缘要等待，忍耐的等待，因为目标是你的功德啊，你会想出这个目标就是你的功德相啊。你比如说我要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样想五劫思维不是想吧？怎样？是不是这样子啊？想完了之后呢，他要照在永劫修啊，要去修，等待这个因缘成熟，他今天成熟了。做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理想可建立，执着不可以。要知道，都是不我们佛教徒常常都不想，那叫随缘，那不是不作为，那不作为不叫随缘，要有作为，可是随缘，作为本身也随缘啊，就努力就对了。那么他老人家呢？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当年他不叫药王菩萨哦，他叫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当年他就证得三昧之后，他就很欢喜，他自然招感，就有这些可功德、可供养，表达内在恭敬。如果你这样讲，你就会知道。那如果这样自然招感的话，请问烧身烧背燃臂，烧身燃臂是不是也自然招感？当然也是，当然也是。问题只出在怎么样？你要招感到什么程度？就这么简单、啊。你有那个福报，也要有那个发愿呢、啊。那么就供养真的上好之香。那供养完了呢？这只是起手式而已啊。那么呢，从三昧起而自念也：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佛。你看，马上就转到这儿来。神力看到没有？刚刚那个旃檀香什么的，他不解释了吗？不用钱买啦，干嘛？用神力。那你接着就会问了，你那不用钱买的，用神力买，神力化现出来的，这样算不算恭敬？要去买才恭敬，那是凡夫。凡夫最爱的是什么呢？是钱，再来是命，再来是情，就是情、财、名这三大项他最爱，所以你要舍财去换你的供养。但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已经不到，已经超过这个程度，他展现出来的恭敬，就会现出神力。神力者，不思议之力，也就是不思议心体的恭敬所成，就会招感。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要想要去万佛寺，每一次万佛寺有法会，就是我有事。我说那不关乎万佛寺，那关乎你自己。你没那个神力，你没那个愿力，不叫神力，那个愿力，愿力就能改，你没愿力就不能，那是你的事，我都不会回这个话的。啊，说他也不相信，他不高兴，是不是啊？那不再来，我也没有资格说他。那他能来不能来，他的因缘呢？是这样。如果说今天这样讲，来万佛寺或来这个万佛寺所主办的外面的讲经说法，每人来发金条一条，我就看你有多大的阻挠，让你不能来，是不是啊？所以不要跟我讲你的因缘多舛，你不要跟我讲那个话，你不要跟我讲那个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决心不决心的问题而已了。哦，没那个事。你晓得，所以说神力就这样来的。他的决心到那个程度，他就会动念嘛，那他自然来了。你担心什么？不用刷卡买沉香，你懂吗？那自然神力所变，他已经讲。但神力所变，还没有把他的本给用掉。神力是一念心，神通力嘛。一念心，他现在干脆把能发起这一念心，一切众生修行所依的最后珍宝肉身。菩萨也要肉身呢、啊，菩萨肉身当然是化现，化现也是身啊，
不然干嘛画线？对不对？你们像阿加曼他的太太一样，在虚空中看也看不到，这样中阴嘛，前阴未起，前阴已灭，后阴未起，当然就没生嘛。他的视线，菩萨的庄严五阴嘛，哦，是这样。那这个当然佛菩萨是，菩萨是不会眷恋，但终究是修道所依，也是度众生所依啊。所以他要众生要身相庄严呢。现在你别不庄严也罢了，你看。我以身供养，我们还不知道他要拿身体供养什么，吉福香啦、啊，种种香啦、啊，等等等等，涂香啦、啊，沾檀香，服用，要不用布沾，涂在身上，缠绕在身上，以天宝一二字缠身，然后再灌香油，然后最后以神通力愿自然身。大概没有人敢去点火，他知道自然生，不过也很特别哦。他怎么不用三昧真火就好？他干嘛还沾油呢？人家就讲：“哎，法上法师，你讲经怎么这么烦呢？你怎么要挑这个问题来问呢？啊，燃起来就燃起来，你管那么多。但是我就会起联想啊。你看看我们那个谁，巨型和尚不就自己燃身吗？”念佛念佛就自己燃身了，那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嗯，请问，他的功力一定不差，为什么？为什么啦？啊，这样不是看起来更有 powerful， 啊靠，有力更有力？哎，网络上你们到底还在不在啊？是什么网络上课？你们到底还在不在啊？要不要回答一下？啊，我现在是没看到网络哦。我现在网络上连的是讲义，我怕这 shut down。啊，为什么？这样不是更强悍吗？干嘛那么麻烦？还得去喝，还得去擦，还得去缠。你看很有画面了，很有画面，对。缠到最后，他怎么点火嘞？不是缠了很大了吗？那怎么赖达比安诺？它是用按钮的，很科技，用按钮的，轰，然后去靠一下，然后烧起来。请问为什么？我不说了吗？他前面用神力供养这么多，那我就是说我不要用神力了嘛？我要用什么力？我要用像是凡夫那样用肉身。那我就要用肉身的方法，我要再用神力，我就干脆刚刚我就化成红光燃掉算了，我干嘛还要再燃身做燃身？这第一，第二，巨型和尚是治疗，也就是说，当然他是去回路娑婆会度有情，他是自身极乐世界，他不是要去拿来供养什么，他是功德到那里以不让大家麻烦为原则。你看他入灭了，人家是不是要把他的肉身，要么去烧，要么就变成什么？肉身不坏。对他来讲，那念佛念到那么好的人，这些都已经身外之物了。但是呢，他以一个后出家，甚至于搞不好还没受，有没有受具足戒都不知道。好吧，有受也没关系啦。他是个后又这么穷的人，他一定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弱势的人。弱势的人，他又是修行人，一定是啥？惊工作多，就怕劳烦他人。所以他入灭，他入灭不能把身体带去啊！去极乐世界有谁去把极乐世界把肉体带去的？那你是莲花化身，你带这个破车子来干什么？那你都换什么最好的什么手工打造的什么好车了？你还拿那台破车来吗？当然就要，那要找人家回收，回收要浪费钱，要麻烦人家，我何德何能？他要走之前，他还把好。几块布啦、啊、什么拿去供养人，他供养都来不及了，他干嘛要招揽麻烦呢？所以他要化掉。第一，第二，要让人家对净土起信心，所以他不要让人家知道，他也没钱买那些油啊，说穿了，对不对？但药王菩萨不是啊，药王菩萨第一他已经现神力了，谁不知道我？谁不知道我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我有这个能耐，我已经证得什么呢？证得这个。
这个一切色身三昧，普现一切色身三昧，我证得，我已经用神力来表达这些庄敬庄严的供养，接下来我就是要用物质性的肉身，菩萨四现的肉身来供养，来供养，这时候我还用神力吗？就不要了，慢慢的表达出我的决心，也让众生看到我不用神力哦，我是用肉体有神经的这个肉体哦，哦哦哦哦，我要来表达我的最大的庄重，这就是呼应众生说哈，供养，供养有多种，法供养当中更有也有多种啊，你在这个法供养中又带着苦行，那更是难得。所以要知道啊，其一很好啊，其一还发觉真的道理，那更多的道理。所以你看，他还居然用宝衣缠身，这是完全有画面，让众生感受到他跟我一样，要我做我也只能这样跟他一样。他不能这样轰化掉，那这样话你就是你了，我永远做不到你那个样。但是你现在做那个样子，我就可能学哦。所以古代有人也学燃身呢、啊，哦，那个谁、啊？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越南和尚啊，他烧到后来那个心脏还在，那当年的 越南共产党一直要拿那个心脏，他们藏心那个心脏啊，藏来藏去，那个都可以拍成电影的，很有电影画面。现在就在越南的那个第一大城的第二大城里头的一间很重要的寺院里头供着，一个盒子里头供着，听说打起来也是像，哎呦，打起来也是像锵锵锵，像金子的声音一样，心脏，心不坏，就像那鸠摩罗什当年一样，舌头不坏，有的人是心不坏，哎，心是里头没有骨骼哎，只有肌肉而已哎，你怎么能烧成这样？好特别，哦，是这样，所以有燃身的。唐朝时候也有舍身癌，舍身癌就不太是这样，舍身癌是直接跳下去。后来官方出面呢，遮止那个地方，不准跳崖，立牌子，啊、哦，是这样。好了，那么就是说，你看啊、哦，以神通立愿而自燃身，唯一燃身是这个，不，唯一用神通的在这里而已，神通立愿让它燃，但是。要这样讲，干嘛要只能都能燃了，干嘛还要借助那个？要让它更加庄严。第一，那都是香。我终究是个肉体，我要净化这个肉体再来供养。他意思是这样，懂吗？很多人要往生前，他自预知时至，他就会要求洗澡，好净化身体。我母亲也是啊。我母亲当然我不能帮她洗澡，我是带去她往圆寂前三天，出家人嘛，她出家前我带去给一位藤居士，台中的藤居士，啊、哦，他现在比较没有来了，都在走另外的道场，没关系啊，这因缘。但是呢，人家的功德我们永远记得啊、哦。那他在那里，他先生是也是中医，家里都学佛，家里也都吃素，很清净，啊、很好的家庭。那他就。然后还有一位居士帮忙洗，还有居士姓陈，叫陈玉义居士，那陈玉义居士也很特别，他没什么学佛，但看到我母亲就像女儿看到母亲一样，就天生的啊，就会哭啦，对他哭诉啦，然后对他好啦，就只见一次面而已哦。啊，我母亲看待他就像女儿一样，哎，很特别。过去是，那他也住这个台中也不远，那在藤居士家洗了很久很久啊，我帮他洗手指，光洗手指我洗一个小时，我就这样洗嘛，你说洗一个手指可以洗一个小时，对，十只手指一个手掌洗一个小时，用菜瓜布一直搓，我都搓的，我说老菩萨，你搓的是手都快破了，你还在搓，他说他知道没干净，哇。太强了，他眼睛都不用看了，他说还没干净，还在洗，那我就心里明白，那一定是他最后一次，心里也高兴，那也难过，难过就啊要离开了，但也高兴说他这么清楚，临入灭三天，圆寂三天，
然后洗完了我才去约台中的居士要去那个光云寺的前一天中午，我记得中午比较热啊，比较不会冷，然后到台中的藤居士家，藤居士家，然后在那里洗，约好了洗，洗完了，好像隔天回到埔里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出发了，这样啊，他就圆寂，所以说会晋升，会自然会这样，他也不也这样吗？表达了最清净庄严的样貌啊。然后呢，光明遍照哦，这个时候其中诸佛光照八十亿恒河沙，恒河沙当中一恒河，不要说一恒河沙了哈，八十亿的恒河沙世界，那有多少无量诸佛同声赞叹：“善哉，善哉，善男子！”这句话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第一精进，第二真法。智者大师送到这里得旋陀罗尼，得旋陀罗尼，悟入旋陀罗尼。那时候应该还是解悟，就旋陀罗尼的前方便了。有传记这么写，这就这句话。所以凭这句话在药王菩萨品中，药王菩萨品就应该独立流通，它具有很特殊的意义。好，那。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是真精进是什么意思？报恩，还有弘化，弘化法华经，所以真精进。再来难行苦行，那供养的是法华经，对法华经的不思议呢，展现出绝对的供养。是真是名真法供养，我告诉你，经上处处说到，不学法华经不名为菩萨，不学法华经就像高原掘土求井一样，只见干燥泥土，不见湿土泥。为什么你不学法华经，永远挖出来的干燥土？什么叫做挖到井了？就是开始挖到泥湿泥土。什么叫做挖到湿泥土？开始懂得诵法华经，就是你行菩萨道已经挖到湿土了。就是挖那个井，挖的井就是意味着正实相，整个井冒出来，代表成佛，这是比喻啊。所以挖到湿土泥，意味着你那个井开始有机会了。那么比喻就是说，读了法华经意味着你成佛开始有机会，这才是真法供养如来，不然不叫供养如来，供养菩萨，供养罗汉，嘿嘿。因为佛已为一众生一为一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故出现于世，佛为这个目的而来，你也顺他的目的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难行苦行，难能而能，所以对众生而说，你是这样让众生得对法华经的信心啊，这就是供养，真法供养。从这个角度说，不是从哎你理解多深说，不是，要从佛边佛的本意边说，是吧？啊，真法哦，意味着哦，你体悟大乘法哦，才不是嘞，他体悟大乘法不在现在啊。他早就体悟了，他干嘛现在才在燃生？他燃生是为了要再次的证明我对《法华经》多大多大的感恩。那什么事情会感恩到那里，让你这样？一定是这个事情太重要了，这样你懂我意思吧？不然不会让你感恩到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会 follow 他，去学他。啊，一学他，我们就不就入法华三昧了吗？入法华的行法中了吗？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也被法华所度啊？这是不是就符合佛的本意？符合佛的本意是由你这样燃生而完成的，所以这叫做什么？正法供养如来。如来都在讲法了，干嘛还你拿法来供养他？是顺佛的究竟本怀。这样听懂吗？要这样解才是我们理解的解。
比较大乘，就在这个地方的解啊，这个解法。那是真精进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样的精进都可能是带着为我，罗汉圆觉都是为了我，菩萨当然不是为我，但菩萨为众生还没有到极致的毁掉自己，只为了一切众生皆入佛道，对不对？但他不，他把身体也给什么烧掉，只为一件事而已。让现在未来此地他方无量无边劫无量无边处，我的这个是燃生供佛的意义永存不灭。我甚至于将所依的修行的肉身都烧掉，为着就是令入一切众生一佛成道，也就是欲令现在过去未来一切众生就近入佛道，这就是精进法。精进浩荡赴前程呢、啊，为欲了生死，生闻成；为欲众生存佛道，或者为欲菩提道，这才是什么呢？才是究竟。那他精进到身体化掉，够了，我都不练剑。当然菩萨一定不练剑，但是他要用这种极端的方法，究竟也不是一般菩萨做的。所以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为什么智者大师念到这里会误入？就是我刚刚讲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在心中耀然升起到不可恶意，充满全身。这个时候，玄陀罗尼前方便就会注入，就会油然现前。那不在外在内，那不是独来的，是你内心你自由。所以他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们一般讲叫用生命投入，除了这样没有别的了，没别的，就叫用生命投入，就是这样。也在清凉寺，然后呢，做维挪啊，做维挪，我按照我的痛，我的方式在唱，不知道是怎样，然后居然有个比丘尼哦，那个就是也是有业障病，后来得癌症。人当然后来我开始在清凉寺做事了，什么他们基本也算是尊重了，但是他起烦恼起来是不可恶意的。你看女人的起烦恼来是没道理，不可恶意的、哦、那个驹可以拐弯，马不需要有人遮着他也能跳，是这样。我一定要赢，就是那个感觉。那怎么办呢？他就那可是我们是在道场啊，我就继续做。就我师父那个时候初五的样子，他爸在发什么神经啊？意思就是说，哎，我是怎么样？是哎，不要念这个调子，还是什么？不要唱这个，还是走太快，怎么？他就是课堂上，他就在做早课的时候就发飙哎，哇！你不理我师父这样发飙哎，我就气起来，我就拿起那个路旁边抱着个什么什么木头的，我就说你再讲一句你。看我敢不敢一棒就把你从头打下去，我下地狱我都敢做。你如果要在这里毁坏佛法的话，我下狱都敢做。你要不要信一信？你只要说我就做。他傻了，他才停下来。我那时候真的会做，我那时候就是说我不舍生命，我拿抓去关都没关系。我怎么容许这个魔在这里混淆混乱呢？那个性格现在那个感觉我现在都在，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毁坏佛法，我用魔法对付你，我都可以。就是后来你去经上看，这不就是所谓的你为了护持佛法，哪怕杀盗淫你都做吗？这意思是一样。当然我没有要为我那个行为，多庄严来讲那个话，我不是。我是说你自然会升起那个你，而且你浩然的不犹豫，你绝不犹豫的，你一犹豫就错了，这就是真法供养。所以我们的凡夫都会起这个念呢，何况所以三宝毛刺心，那是就负面说刺了心了，难道你在旁边哭吗？三宝吗？如文人一阴身如三百毛刺心，三百毛刺心完了你要做什么？很多人没解释这件事，解经的人没解这个事。三百毛刺心是要再去拔掉那个剑，是要去拔掉那个剑吗？拔掉那剑是你在痛，你拔他还在毁谤啊，你应该去断那个毁谤的因缘。所以你看《涅槃经》怎么说？《涅槃经》说：“末法众生，世尊说，末法众生若有人谤佛，
我的五戒弟子应该舍五戒，拿起刀枪去跟他对抗。就这样啊。所以真精进正法供养如来，它有好多意义。汉人文化里头这一条不谈，跳过，很多是这样，装孬种，然后呢，做什么？做鸵鸟，佛法中的鸵鸟，这样，哦，所以说呢，当然也不能抱虎平和啦，可是要伺机而动，要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做有意义的事。要这样去做，所以说我们说度化年轻人，乃至于说办那个儿童夏令营、儿童营啊，赶快招感年轻佛弟子进来啊，是很必要的。因为所有的台湾宗教，所有的指数，人家最差就是基督徒平，不减低，甚至还升高一点点。佛教都在减低，以前一直减低，30年来只有降没有上。几乎是这样，当中还稍微有点驱动一下，但是都是 decay 往下，而且很瀑布化，几乎45度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都有责任的，好，那大家一起来努力。好，那么就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啊、哦，当然都不一定用那种方式表达，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定是相对激烈的方式？你看他用燃身。所以的这个真字是很难承担的，真软趴趴的温良恭俭让真不起来的，是这样啊。我们佛弟子多的是这一类温良恭俭让，被这一类温良恭俭让搞到佛法一直衰退，一直衰退，还拿着这个道德啊伦理道德来谈，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经律上还讲到一件事，他说儿女要出家，爸妈不高兴，说要毁谤。说要来毁谤，说要来烧掉这个佛寺，最后他那个要出家的人小孩子呢，就直接拿刀子，拿手指放在垫板上面，说你坐，你去坐，没关系，那我砍还你，我就是那个哪吒三太子一样，我磕骨还父，磕肉还母，我还你。你看他律上还教到这样，当然。应该这算是一个恐吓而已啦，没有说一定要让你这样做，但律宗就这样讲、啊、他说如果师父因为这样害怕不剃度你啊，你在真心想出家，是你真心想出家，现在我是真心想要剃度你，你没有真心想出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喔、是另外一回事啊、喔、是你真心想出家，你那个师父呢温良恭俭让不敢剃度你，律宗还教你一招，提的一桶油，一桶汽油，这样你可以唬他啦，没关系，你师父胆小嘛，你就唬他，拿了个赖打，然后说师父剃度我，你师父说不行，你爸会来骂我，你爸会毁谤我，然后你就跟他讲，那好，没关系啊，我爸毁谤在之后，但现在我烧掉你的庙在现前，你如果不让我出家不剃度我，我烧掉你的庙，反正这庙留着也没用了，不能剃度人。然后那师父一听，你怎么这样讲？好，我剃度你，内行人讲的话。这样，他剃度了之后，他爸妈来了骂了，你不答应我说不要剃度我儿子的吗？然后那个师父就可以讲说，没办法，我本来是温良恭俭让啊，可是你儿子内行人呢、啊，这样他来恐吓我、啊，他拿汽油来恐吓我、啊，他说要烧掉我的庙、啊，这样可以？律上有这么教法，你怎么会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你以为怎么样？你以为佛法都那么温良恭俭让是吧？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报警了，因为他这样讲涉嫌恐吓，因为他烧可能是真的嘛。那刚刚这个讲法是指的说，那个徒弟代表坚决的决心，所以他说是内行人讲的话，是这样，律上是这个意思的，是这样啊。如果他真的是带着那个恶心来，比如说他是来抢劫，不是来恐吓要出家，或者是他爸妈来恐吓说我要烧掉你的庙，那这样的话我的录音呢、啊？我就去告你啊，告你恐吓啊，那都就是这样子的、哦、佛教本来也就是可以自保的嘛，就是刚刚讲那个是指的说他的决心，展现他的决心，这种决心才是真精进嘛，是这个意思啊。好啊，过度温良恭俭让啊，是这样。那好，再来，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你看用这相对一般众生比较看。
出来旅游的，哦，这样他正法供养。那么呢，若以香花等供养啊，还不如呢燃身供养。那么他烧了1200岁，命中之后啊，因为功德力跟正见力的关系，他附身日月净明德佛的国王家中。哪一个国王呢？就净德王。净德王，这个净德王家，结跏趺坐直接就说偈了，他就说出他的理由了。第一，我先得恩，前面四句是讲他得恩，得现普现一切色身三昧，得了恩情。得了恩情之后呢，勤行大精进啊，干脆它是一种大精进法门，所以正念作意到一念不动，那才能干脆舍所爱之身，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他就要用所爱的身来供养世尊，他还是有身的，还是众生要依的。他拿你这个，我用神力不如用所爱，这样的所以舍身肉手足乃至妻子儿女，也是我所爱，我去供养。啊，我去供养，意思一样，说是记忆啊。那么呢，他就劝什么呢？劝。他又说明了一件事，他顺便在这里事后说明了一件事。他说：“我先供养佛矣啊，那么就得什么？得一切众生与缘陀罗，就玄陀罗尼了。一切众生与缘陀罗尼，与缘陀罗尼，一切众生与缘陀罗尼跟玄陀罗尼不太一样。这一切众生与缘陀罗尼就是临了一切众生的语言啊，知道他的各种用意。”内因怎么？那么复文什么呢？《法华经》这么多这么多的记，所以我听闻才能够证得一切色身普现色身三昧。那我呢还要再回去，我继续供养，不止的供养，因为恩情太重，懂吗？念恩太大，他继续供养。那之后呢，一样用神力做七宝，这以下这就神力了。神力七宝莲花上虚空中，然后回到佛前，这个供养祭，这个赞叹祭，不就是我们法华三昧忏里头用的吗？容颜甚奇妙，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个这个光明照十方啊，不是我是神供养，金复还清净。所以念那个祭子就要记得药王菩萨品，所以药王菩萨品其实那个角色很重，你不要小看，只是没有被单独流通。讲着讲着好像非流通不可了，应该单独流通。为什么？因为他在谈一个报恩跟信，就是信要这个法华经的功德，信这个功德，特别是诵的功德。好，然后尔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是记，那么这个时候呢，世尊还在。可能年老了嘛，世尊还带，这么日月净明德佛告一切众生，这个佛就开始嘱咐了，说你回来了很好，我呢要我涅槃到了，那么呢我将一切众生以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还有供养我的3000大千、七宝世界、珠宝台等等这些的我的功德，留在人间的这些财物，我通通怎么样？我托付于你，那么呢，亦嘱咐你呢，流通我的舍利，让他供养，引起若干塔。所以，诸位，佛陀世尊呢，在他自己入灭的时候，他 也告诉国王说，分布他的舍利。结果呢，阿育王分布84000舍利到全世界，现在还有那个没出土的。那同样道理，你看古佛也这样，所以供佛舍利。是自古以来的方规，好，所以我们的塔啊，请大家也可以来随喜供养啊，建那个塔的最顶端法身舍利塔。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应化舍利塔啊，法身舍利就是法华经，应化舍利呢就是应化这个什么呢？这个舍利子了，各种乃至有祖师的也会在那，当然以佛的为主，祖师在旁边当作听经嘛，供的是供佛为主嘛。第三殿最下面的第三殿第七楼了，七楼算从下面算起来第七楼就是不思议殿，那是双佛说法殿，这不思议。
跟大家讲，还在构思当中，希望大家也能够，要么就拜梁皇，要么来一起呢，供养，成就这个不思议殿。好，当令刘部广设供养，起若干塔，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也是什么呢？日月灯，日月净明得佛了，不是日月灯佛，日月净明得佛呢啊，所教导一切众生习见菩萨要做的，好，那么以下呢，这样了解了之后，复主了之后呢，结果佛就入灭了。佛入灭之后，药王菩萨呢，就用种种供养，但是后来觉得还是一样。不足以身外之物的供养，不足以来供养舍利子。那位舍利子已经不是佛的本身了，是佛入灭之后的坚固子了。所以他再次的想要用难供养的自身来供养，他就不再用肉体，他用双臂。这双臂也有理由的，就是第一个有差降，就好像说佛在我用身体供啊，佛入灭了，我用手来双手来供这个舍利子，也就是供养本身也是有差降，是的，没有错啊。你比如我们佛菩萨，我们供养佛，我们就用什么样做的香炉；我们供养菩萨用什么做的香，当然有点差降啊。人间法本来就是有差降，它这个也是啊，它就有差降，所以他就继续的怎么样？用我双臂供养，双臂供养之后呢，那他的弟子们就想：哎呀，化回肉身，那也就这不可思议，也就好了，让我们吓一跳。那现在怎么又把化回肉身的那个两臂又烧掉了？那是怎么来啊？怎么办？我的师父啊，我的菩萨，我尊敬的菩萨，失去两臂，不庄严了嘛。生活也种种不方便，种种不方便，那怎么办？他就知道众生的想法，所以他就说：“我舍两臂，必当得佛金色之身。若有不须，令我若实不须，令我两臂还复如故。”你看，这就是他的法身功德，已经能够怎么样？能够应现在众生眼前，所以。法身的功德投影在他的肉身身上，就能展现出什么呢？展现出肉身的当下能够化出金色臂来。所以我不是说吗？这个宇宙是我们心的投影啊，我的投影，你的投影，我们都是凡夫，说我们怎么投影都是凡夫世界。但要是我们有缘遇到了佛，佛就能够用他的功德力加持我们，让我们看的世界。接近佛看到的世界，极乐世界就这样。释迦佛在灵鹫山说法华经，如今俨然未散，但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山坡上面拜佛上去，一个砖铺起来的一个小讲台，旁边有一个石头侧看看，像鸠鸟一样，这样就叫灵鹫山了，小到不行。50个人挤上去就挤满了，就得赶快诵完经，赶快下山让人家了。因为我们一大清早去，从朝山拜佛到诵完经，第二批人才到，我们老经验了，我们赶着太阳都没升起，天黑我们就出发。哎，好棒，整天很 OK， 那天很舒服。都有那个网络为证，有相片为证。好，那但是要赶快下来啊，没办法再多送了。有那个居士说还想再送，我说见好就收，人家一堆人在那里虎视眈眈要看着我们了，那我们要赶快让掉，让出来，这样子。好，就是这样。所以那是我们看的世界，他看的世界不是这样啊。那么众生加持我们。佛加持众生之后所看到世界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过去没那个因缘，现在没那个福报啊，就心相感化现的那个什么那个投影的人间相，就不能看到这个什么呢？这个自然还复的事实啊，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就说嘛，你去帮人家助念，你说那个人脸色好看不好看，那牵涉你自己的业障重不重，也牵涉在内。所以你尽管助念就对了，你不必去太管说，哎呦，看起来好看不好看，不必。哦，这里也提到这个啊。好，接着，一切众生起，然后最后就佛就开始讲道理了。故事讲到这里结束，下面就要应那个道理。一切众生菩萨就是谁？就是你现在问的啦，啊，这个谁呀？秀王花就是你现在问的啦，药王菩萨啦，他做了这些事，而且啊，其所舍身布施啊，在这个日月净明德佛那里做，其实如是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数。他做了那么多，反而言，总而言之，他专门在烧身烧背的，去到哪儿都是无数烧身烧背，都上烧身背。虚妄花若有发心，好，现在在讲功德咯，如果我们要发心，跟他要发什么心？不是跟他学啊，你不要怕到，是想要得佛果，能然不用烧到身，一手一足一指供养佛塔。甚以国城三千大千三二那地种种珍宝供养，若复有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菩萨，必是佛阿罗汉。世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法华经》乃至四句偈。他先说烧身被子，他说烧身被子，啊。那么圣尼以物质的东西来供养，啊，来供养，而供养者。那接着呢？好，你现在又以这个东西来供养，这个庄严的东西来供养。现在呢，不是供养什么呢？若万君供养佛塔。是供养佛塔，对象是佛塔，用什么？用这些以下这些什么珍宝，三千大千世界的河土地、树林等等这些不动产呐、啊，哈，来供养，这样胜过烧身背，好吧？烧身背胜过这样烧身跟背或烧脚趾这样，供什么呢？供佛塔哦，他先说供佛塔，有这么大功德，用供佛塔的功德来比。啊！但接着他又话锋一转，如果有人呢，他不是供佛塔，啊，而是怎么样呢？用更多的七宝物，是三千大千的七宝物。现在不是供佛塔哦，他是供佛了，开始供佛了，菩萨必是佛。刚刚不过是供佛塔，你拿。用三千大千世界来比，比不过燃手指。现在我让你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千大千世界，而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什么呢？的七宝都满，那是七宝，不是三千大千世界而已。七宝，那现在供谁？不是供塔，更加不可思议，供佛菩萨，乃至于所有的阿罗汉等等。这样子的功德，那就更吓人了吧，对不对？是不是啊？刚刚只是供塔而已，现在供养这么多，那还不如你还用这么多的功德，这个七宝，那是不是供养的对象优，供养的钱财大，对吧？这样子、啊、还不如下面送一四句偈啊，娘喂，这样就要比较了吗？有点还是在较量功德的意思、啊、但是已经过了那较量功德品了啦。这里但是也有较量的意义在，看到没有？所以送法华经功德大不大？大了吧？所以就不要随便毁谤、哎、那么怎么样、哎、我这个经比法华经还大还庄严，都经都庄严了，哪怕阿含经也庄严了，应机就庄严了，我们当然没话讲，但这可是亲口说的，经上要说到这么严谨严深入的很少，说一部经的功德怎么大法，所以汉人佛教
诵法华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持啊。绣完花，他继续说了。现在刚刚那个故事讲完了，他就回到修行的意义啊，就是说流通嘛，你要怎么流通？诵法华经，绣完花。譬如呢，一切江河的诸水之中，海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他用物质来比喻了，以下都是比喻。黑山、土山、大铁为山，石宝山中须弥山为第一，法华经亦复如是，此经为最极最上。拿山来比喻，前面拿河来比喻，河海来比喻，现在来拿大山小山来比喻。第二个啊，第二个又。现在再来用星星比喻，地上的山河，接下来天上的星月，星月比众星中月天子为最啊。那么呢，《法华经》亦复如是，诸经中法华为最。好，第三个比喻了啊。诸位啊，怎么会药王菩萨讲完了之后，世尊呢马上就来说到观音菩萨，普门品，不，《法华经》的价值，因为他在《法华经》中得价得利益的，他用这种大报恩行，无非是报恩佛讲《法华经》啊，听懂没有？就这么简单，所以他现在要开始说《法华经》的功德，这样是不是有道理了？就接上来了吧？所以这部品就在讲《法华经》的功德啦，有多大功德啦？哦，这一品。众心中、哦、如是这般，接着他继续比喻，好，用月，接着用日，日天只能除诸暗，破一切，就像法华经也能除诸暗，破一切暗，也一样，用日月，天上日月，接着用天人，地上用什么山河，天上用日月，接着用天人，天人三三天中王是第四天，就天宫了啊。讲完了《法华经》，经中中王，经中王用天人，接着先用欲界天，接着用色欲界天中的忉利天，啊，接着用什么呢？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是初禅天的天王，一切众生之父，有没有？天父，天父，哎，不就上帝吗？嗯，天父啊。此经亦复如是，不过这个应该是指印度教的天父那种概念啊。那么与一切贤圣学无学发菩萨心者之父，那再比，所以《法华经》是一切智慧之父，一切成佛之父。啊，就欲界天跟色界天，最后呢，又如一切凡夫中须陀含、斯陀含人间圣人来譬喻。那么呢，此经亦复如是，一切如来所说，若菩萨所说等等所说，能受持经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亦为第一。也就是说，这部经在佛菩萨声闻缘觉所有的人说的所有经，诸位啊，这爱喜爱华严经的人就会有意见，为什么我们华严经这么大一部你没算进去？你的七卷的就算进去，没办法，庄严不庄严，深入不深入，不在于部头大跟小啊，在讲的内容在哪个方向上，哦，是这样。他说，佛所说的一切经，好了算了，菩萨所说的一切经，啊，也不够了，再来，声闻缘觉说的一切经，通通算在内，通通来。总而言之，宇宙之间一切圣，一切佛法内道。佛法内的一切经典，通通哦，都没有《法华经》为第一。经，他讲经，他不是讲那十方三世佛阿弥为第一，阿弥陀为第一，那个那是佛，现在讲经，法华为第一。所以药王品最终就是报恩跟什么重经的价值，流通经的第一价值，药王品就是两样。那报恩其实也是为了要凸显经的价值，所以这样了解，所以以是中诸经中王，法华经者诸经中王啊。那么这样接着，绣完花继续讲。那么刚刚是比喻他的庄严，现在不比喻了。他说什么？他是效果是什么？开始讲效果是现在众生最需要的了。要流通药王品最重要就是以下这里，
来，能救一切众生者，此经能救一切众生，能令众生离诸苦恼，此经能大饶益众生，充满极愿。这就讲法华经，不是只讲药王品，在讲法华经，懂吗？懂吗？那你说，那如果是这样讲法华经，那就流通法华经，你不是在流通了吗？干什么还要单独流通药王品？因为流通药王品，让你意念法华经，让你能够充满对法华经的崇敬、跟诵持、跟供养，所以它功德相等，它就等于随喜法华经，用一品来随喜整部经。那我们常说过啊，随喜功德等同怎么样？本身的功德嘛，就这个意思。你懂？你不用普门品，普门品在念观音菩萨，在了知什么呢？不可思议度化众生的功德，但没有特别提法华经啊。哎，药王品不一样啊，整部法华经都他一再提，一再提庄严，一再提他的庄严。那你念着念着他，你就会想念法华经了。何况你正在念的不就是法华经的一品吗？对不对？所以单独一品的功德，等同他这样讲。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药王品的功德啊。我问你哈，离一切苦恼，请问称念观音菩萨是透过观音菩萨嘛来度化你嘛？现在称念药王品是直接称念完了，不必透过谁呢？就称念经就直接怎么样？喂，醒过来，直接怎样了？离诸苦恼，能救一切众生，药王菩萨本事品，如清凉池能令一切可乏者得，能解渴，能得火，如商人得宝，如母得子，如船得渡啊，如渡得船，如医得病，如岸得灯，如贫得宝，如明得王，如古客得商贾，这样子啊，如古客得海啊，就是去海里取那个宝物啊。如具除岸，此法华经亦复如是能令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苦。这个当然是在讲法华经，但更指的是药王菩萨品。为什么？要么就法华经的一品，他没有说法华经要全部还怎么样，还是部分。这第一，第二，你诵持它就意念了整部法华经了。因为法华经才两个字而已，你就背起来吧。有没有困难？背这两个字有没有困难？哪两个字？哪两个字啦？喂喂喂，醒过来！喂，哪两个字啊？开会啊！啊，你就背起来，你就知道法华经这样。所以你正在诵药王品，你就整部法华经在心中转，它的价值在哪里？它没有经过菩萨啊，它也不是请药王菩萨千手千眼来度化啊，也不是药王菩萨来加持你啊，他一定会啦，因为讲他的故事，他也会啦。但重点是诵持，诵持它就产生这个理解，因为它告诉你是这样。若能得闻此法华经，若自书，若教人书，这在讲供养。书使人书，自书使人书，所得智慧筹量，以佛智慧筹量都不得其边。若是以经卷，若是经卷，哎，来了供养。种种的香花、墨香、涂香、烧香、翻盖、衣服、灯具、酥油、油灯等，占婆那油灯、去曼花油灯、波罗罗油灯，啊，婆利斯迦油灯，啊，那婆摩利油灯等供养，供养，供养。书，请人书，供养，种种庄严供养，两件三件事。读诵为人解说，这样，若自书，若他，若请人书，若供养，若种种供养，若读诵，若解说，若请人听闻等，都是修法华经的功德。啊，修法华经的功德。好，然后再来，绣完花，若有人闻是药王菩萨品等，你看，刚刚讲经。现在再缩小到品，你看怎么样品呢？他说了，有闻是品，也一样，跟《法华经》一样，得无量无边功德。来了，来了，来了！标准，刚刚我先说了一下女人怎样，现在重点在女人了。
若女人闻是药王菩萨本是品受持者，即是女身复不得受。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中，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就是未来末法中啦，修行命中之时，即得安乐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第一次成佛大经，直接就在他的苦行品上中的药王本事品当中，就跟你讲往生极乐阿弥陀佛，看到没有？两件事，第一，我们求生极乐，念阿弥陀佛当然可以，念药王菩萨可以。再来，女转男生，离诸种种烦恼，是这样，围绕哈生莲花中宝化身，不为贪欲所缚，亦复不为嗔恚所缚，亦复。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就要讲说，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不这么样，因为他这里究竟不是极乐世界的介绍极乐世界的经典，他怕你不懂，他跟你在说，坐宝座上不复为这个所缚，得菩萨神通，得无生法忍，得是人已得眼清净，六根清净，得见七百万二千亿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知道这诸佛哦，能够怎么样？这就是所谓的到了极乐世界见诸佛了啊。那么见诸佛怎样啊？如来四诸佛遥共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于释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读诵思维。你看看，受持读诵思维，所以说受持读诵思维为人讲说。再来呢，这个以种种供养，还有自书若使人书，这七八样内容，我现在算是七样的内容，都是修持《法华经》的方法。为他人说，你看，为他人说，所得福德无量无边，火不能烧，水不能灭，汝是功德，千佛共说，不能令尽。汝今已能破诸魔障，坏生死君，诸余怨贼皆悉摧灭。善男子，百千诸佛以神通力共守护于汝，于一切世间天人之中无汝者，唯除如来。诸声闻音辟之佛乃至菩萨，禅定智慧禅定，无有于汝等者。秀王花，此菩萨成就是功德智慧之力。你看。这个菩萨成就以上这样的功德，那他今天以这样的功德要深深的来意念这个《法华经》所以说你刚刚不是问吗？药王菩萨，你不是问说他的功德怎样吗？他的功德总说在那里，是诸佛所共守护于汝他的禅定等等没有能够向他等的。那他还要行菩萨道，他还在行菩萨道。好，那么这样子呢，这就回正式的回复了。透过诸佛之口透过诸佛之口透过诸佛之口，正式的回复了这个秀王花菩萨那么接下来呢，回复的同时，最世尊也会就对这部品本身的意义做说明。首先前面已经有说明了，前面说明说诵持药王菩萨品不再复得人生，对不对？能够往生极乐能够往生极乐前面有讲到能够往生极乐那此经能救护一切众生，再讲这个众生那么这样子若人得法华经药王品，说到经，接着说到药王品，药王品能得如是利益能得如是利益乃至于往生极乐的利益等等这个我们再 review 一下那但是呢，诸佛再次的共赞，那是共赞的药王菩萨，这点大家了解共赞药王菩萨。好，那这些都已经解释完毕。也就是回复了我们的秀王花菩萨他的疑问，那但是呢，世尊仍然补充说明，这个补充的说明就是要流通本身这一品，那也是对整部《法华经》在流通，
他说：“若人闻是药王菩萨本是品呢，已经谈品了，已经谈为品，不再谈经了，谈这个品了。能随喜善善者，世人现世口中出金莲花，毛中出牛头，沾沾之香，所得功德如上所说。啊”上面得的功德，现在下面光送个什么什么药丸品就全得。所以我先说，害怕你不信嘛，我先说送什么送法华经的功德，我接着说供如是供养法华经的药王菩萨的功德，这两个都说。哦，这么大这么大，说菩萨也说经，然后接着再说送这一品的功德，上面功德照得不误。哎，如果这样讲 CP 值它比较高呢，齁，对不对？齁，送少少得大大，这就是所谓的引一滴而知全位嘛，佛法大海如是如是，它本来就不可思议嘛，不然你怎么能够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就能够往生极乐，能够断生死呢？好，是不是这样子啊？好，了解啊。所以你看，这里就他一步一步的往下提，先说经的功德，最后再跟你讲品的功德，跟上面一样。好，所以你细读它，你会觉得说很特别啊。所以能理解这一品，起随喜而已哦。就像你来听，你赶快叫人家来听，哪怕听一分钟，他也随喜。他只要这样，不错嘛，这样就随喜了。他在网络上面说，不错，你们赶快分享到 LINE 上面去啊 ，LINE 群里头是这样啊。然后呢，就他就是欢喜，能随喜。世人现世先怎么样？先说他现世。口出千莲花，毛孔藏出牛头，沾沾之香，所得功德如上所说的一些功德，也就是身无病痛。请问得大病的人怎么可能身上有牛头沾檀香？怎么口中出千莲花香？是口臭不得了啊，身臭不得了啊，不可闻啊，所以他就是身体健康啊。病恹恹的，你怎么以肉身来供养佛，燃身供佛呢？是不是啊？是故秀王花，此药王菩萨本是品，足累于汝了。你自己问，我现在就说给你听，说了这一品就足累于你。所以呢，如果要送药王菩萨品，要供两位菩萨啊，秀王那个什么呢？这个秀王花菩萨，还有药王菩萨啊，一主人啊，一起问者。我灭度后，后五百岁，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魔魔明等等，得其病也。魔恶魔魔明天龙夜叉鸠盘图等，这些本来是护法，但也有那个不护法的这些畜生跟鬼神，他也会来闹。那么怎么办？你要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这个时候是广宣流布法华经，还是药王品？哎，怎么没反应呢？是法华经还是药王品啦？啊，药王品嘛，这是文写这么白，所以说说到这里就知道了。我们印药王菩萨品好像势在必行了，抽印出来势在必行啊啊！我们来好好校定一下啊啊！变得极品，虚王花，汝当以神通之力守护世经。此经是阎浮提人病人之良药，若惹病人闻是经，病即消灭。开始就讲了，直接就讲现世的因缘了。这里的讲的经其实是药王品，它是足累于汝了嘛，它往下讲，因为它也是经啊，它当然是经里头的一品啊，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不老不死秀王花，若见有受四十四经者，青莲花墨香供其上。此人不久必作于道场，破魔经，追法罗，及法鼓，度脱一切众生。是故，度脱一切众生生死海啊，生老病死海，应当生如是恭敬心。啊，是这样。应该以神力守护，因为我什么？我灭度后啊，这个呢，以这个本事品足累于汝啊。令无断绝啊，你应该以神力守护这样子的经，就这个药王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古来有时候是一品一品单独流通，一卷一卷的流通都可能，这第一种。第二种，对众生来讲，七卷经固然不多，但终究还是多了一点。
对一般众生来讲还是多了一点。那么何况是女人那么多啊，受苦那么重啊，如果都送药王菩萨品，能够转女转男身啊，乃至于末法众生这么苦啊，单送法华经太大，你就送药王菩萨品，你能往生极乐。我常跟大家讲，念佛送无量寿经、金刚经跟法华经一生够了，但如果法华经你还不行，那你就送一品普门品啊，不，四药品，再加一个药王菩萨品，这很好。实在不行，那你就看看找一品最起码的一品你送。那拜法华三昧忏一定是安乐行品，对不对？平常消灾哎，普门品。现在治病你看看，无有一切病，那就是药王品啊，就是药王品啊。那这个若人有病，闻四经病即消灭，不老不死，直接就讲病。那么这样讲起来，如果就它的意义来说了，我们其实不分别中有分别啊。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提供给大家问问题，我们已经把它讲完了，略说讲完了。那么它当中流通的单品的流通当中，我们最后讲一下，生病的话，到底是送普门品、念阿弥陀佛啊、念观音菩萨，还是念送药王菩萨品呢？如果我们不以分别来谈它，来责难它的话，啊不，如果我们说，我们用不分别的态度来看它的话，哎，修哪一个顺手，修哪一个习惯，哪一个都好，对不对？念佛可以，观音也好，你有因缘你就念，相应为重。这是就这个意义上说，哦，阿弥陀大医王啊，当然也能医啊。可是有人会告诉我说，哎，他念阿弥陀佛，其实就会熟溜掉，没那么大力量，就很可能你跟阿弥陀佛的业因缘没那么深，不是阿弥陀佛没效果，绝对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送药王菩萨品，为什么？因为他单独说得病治病，他特显，这叫做基于有分别的说。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他那个大病怎么办，我说你能念佛就念佛，如果念佛你还不是很熟悉，你试着送药王菩萨品，也不长啊，短短的啊，短短而已啊，应该跟普门品比起来比普门品还短，感觉起来好像还短，他还没有长行，他还没有那个寄送，哦，是这样，好吧，就算差不多也差不多而已啊，诸位，所以说这个是他治病特胜，更何况呢，女转男生，法华感应录当中提到现世女转男生，太强大了，女生变男的，哦，而且她还能生小孩，吓死人呢，是这样，哦，这在感应录里头有，哦，那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是未来世，是现世得感应，好，啊，再来能求生极乐，能求生极乐，哦，那再来末法多病嘛，念药王菩萨品，哎，还确实他摆明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舍身，我们贪爱身，所以爱生气、爱杀生。我们现在都舍身，请问你为生造恶都翻转成舍身了，你现在是不是把身体转成健康，对不对啊？所以说药王品他舍身的反面就是身的庄严，庄严他已经得身庄严果报，那你送持他当然也一心向他，怎么说？随喜他呀，随喜他的燃身啊，你的功德跟他等同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啊，随喜他啊，他能够得精进妙身，那你当然你的身体病就会好，对不对？而且女生漏裂，所以你现在送持她，你就转成男生不漏裂，哎，这也是事实啊。哦，那到了往生极乐世界，因为我舍这个肉身可爱之身，就像我临终的时候，我怎么样？厌心信愿，那个厌离沙婆啊，我生我都敢舍了，我临终还不舍这个老病身吗？我当然容易舍。所以他更容易往生极乐。那为什么会这一品为什么会精，哎，那个可不是论，哎，
经是佛亲口说，说往生极乐，怎么不说别的地方呢？十方诸佛阿弥陀第一，十方共赞菩萨的难行苦行的药王菩萨第一，十方共诵共赞的经是法华经第一，唯有第一对第一对第一，他的功德相称，都是一实相。虽然弥陀经不谈实相，但它是方等经大圣经，但是那是就表面的意义说，就它内在的理就是一实相应。所以去到那里是阿毗跋致不退转，绝对是比那个去兜率天兜率天回来还是一个五界凡夫，那差多大啊，怎么能比啊？怎么有人会去推那样子？菩萨当然都慈悲的啦，当然也是有人要去啦，就好像佛陀不得已还是要说有众生不能成佛那个说法啦，但这是方便说，去极乐世界才是究竟义，所以都是讲第一，当然要功德相称，一定让你去极乐世界，不会去让别的地方做还要修的凡夫。去极乐世界路不退转，直接回入娑婆广度有情，而且当生能得成就，能得成就。这样，所以你看他对汉传佛教多大的利益啊！平衡了那种温良恭俭让，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护法心，好，敢于投入，将身体燃烧。你现在不用去燃身呢、啊，你就来跟我出家呀、啊。要不你就剃头，与其烧头、烧身、烧背、烧指，不如我帮你剃头就好啊，又不用烧掉，是不是啊？有什么想东想西，担心东担心西，你这个你就不跟出家法相应，那就没办法了。但是好了，没关系，今后你好歹要做个永汉的护法居士，不要再搞那些温良恭俭让了啊！不要再被那种怪异的那种虚伪文化蒙蔽了你护法的决心跟修行了。末法就是给你这些，给我们这些，我们呢，不要说你了，我们这些温良恭俭让搞得真的是不能够让佛法兴盛啊！那好歹你要这样意念一下药王菩萨。诵持药王菩萨，最后就是诵药王菩萨功德不可思议，转难生往生极乐，甚至于还能够治病，特别指治病，他单独持治病。普门品当然更不可思议了，更广大了，但在这里专题治病，有时候有众生因缘，你就适合诵药王菩萨本事品，意念法华经的功德不可思议。那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少于金钱，你也不会少于物质来支持你修行，哪怕你是在家人也是。所以能出家就要勇悍出家，要对自己有狼性一点啊，要反咬自己的懦弱一口，不要呢这小绵羊，那修什么行啊？啊，这是不行的啊。那实在只能做小绵羊，好，那你也就不要学老虎跳了，跳了跳死了也是难堪了。那就怎么样？那就多诵持药王品，让你勇悍，让你世间的生活资具能够充足，金钱、生活物质能够不缺，哎，让你争取更多的供养三宝、自己修行的因缘，啊，因缘。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居士啊，理个光头啊，穿个曼衣啊，还要搞现场直播啊，还说带人家做早晚课，真的是头脑坏掉，你居士，你凭什么带人家做早晚课？做早晚课的，人家法鼓山、中台山、佛光山，人家那个早晚课录得多好，人家净律师录得多好，还得你带、啊？这笑死人！念得哩哩啦啦这样，还要你带，还是装个像个出家人的样子？这居士说：“你不要玩这一套，你就乖乖的去护持三宝就好。你老是要做，你老是要做那个3.5的皈依居士，什么叫3.5？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要再假装自己慢心居士加0.5，是这样，就3.5居士，老是要做那种3.5，何必呢？你这个就是慢心嘛。网络上太多这个东西，然后对于我说的话，他都特别不欢喜，因为我专门在骂这种人的，你懂吗？啊，说什么我骂慈济，说什么我骂哪个长老怎样，我没有在骂法，我们人，我在骂法，法不对就是要说，
你不要来跟我搞温良恭俭让，不要跟他讲修行人要温和，要朗朗和，人人好。如果人人好的话，释迦佛那么多外道弟子，他干嘛都不在外道里？干嘛后来剔除法须？干嘛迦叶弟子们当时把他的那个拜火的工具全部丢在河里烧掉，流掉？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留着啊，不要给人家难堪啊，是不是？温良恭俭让一点，笑话，不懂装懂。世界事情就是这种文化所造成的，造成的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说真话。那人家说真话，你还不随喜，还阻挠，是这些。不过这些我倒是不会生气了，你来庄严我的了，是这样子啊。不过以上药王菩萨本视频呢，读起来真的很有一种勇悍之志啊。你看舍身肉手足，菩萨戒上所身肉手足，这里的整整一部。一品在说这件事，而且是成佛的法华中说的，你单独把它看，那真是很庄严很特别，意味着要弘扬法华经要什么心态，至少这个苦心舍身要有，那么自恋身，那么自恋自己的道德形象，自恋自己的形象如何，那真是假惺惺，太多这种佛教徒，网络一堆这种佛教徒，那都是我执啊。那当然了，也不是说护法就要弄得这样处理八气的这样子啊，当然也不是。但是呢，勇悍的心要拿出来，装模作样就省了，是不是啊？世尊甚至叫你舍五戒来拿刀枪来捍卫佛法，你这话你听懂了没有？你不只是在那里不是佛法的东西，你拿来当做 宗教价值，温良恭俭让，哪一部经典告诉你要这样做的？护法就是要这样子的勇悍，你送起。我这种态度听懂了，你就诵起药王菩萨品，你才会感激，你才会感动，你才会说世真精进，世名真法供养如来，你才会感动得到。你怎么感动得到呢？人家智者大师就感动得到，是不是？他不在别的品上感动，为什么要在这一品上感动？就是勇悍的捍卫佛法嘛，护持法华经嘛，是这样啊。好，有问题问吧。我看看，我网络也没看到。我没有什么好怒的了，我只是告诉你们说，我看待这些人很难成就，所以要自己要弄清这样的。他们是谢谢。好，有什么问题没有？在哪里联播？在哪里转播？没有人问了啊，今天就因为这一品呢不长了，把它这样说一说啊。普门品因为是一般大家都熟了，就不用讲内文，我就不会去讲内文，大家都很熟，对不对？药王菩萨品真的大家可能比较没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就解释了一下，随文解释也算是略说了啊。那但是它的意义上是报恩，还有护教护法。他才要这样做啊！YouTube 上没人问了，脸书呢？有问题吗？对，啊，有吗？是普门品在法华经中属于流通分，但是佛教没有像药王品一般直接赞叹法华经之功德，请问？该如何理解普门品对于弘通法华经功德的念想？对，因为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三昧称品，就是三昧，就是他。其实我讲了 N 次了，只是你没注意听，还是你根本没听到。就是讲了普门品之所以是流通，它不是在赞叹中流通，它是在告诉你说。你看哦，观音菩萨他能这样子普门示现利益众生，那是什么原因？那是因为佛性的三昧，佛性的大用，就是这叫做三昧称，三昧称，三昧入什么三昧？大乘的三昧。也就是说，声闻人不能这样做啊！你看哪一个声闻人能够这样普门示现的？但普门品门当中说的观音菩萨能这样示现。他重点说，当然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哦，观音菩萨好厉害，好慈悲啊，对，就是你对观音菩萨信仰。但就《法华经》来说，他在说什么？他就说他要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嘛，对不对？那
我们也要去成佛道，我们是不是跟观音菩萨一样，最终也会入这个佛性三昧，也就是所谓法华三昧。入了这个法华的三昧当中，佛性的功德就能普门示现，利益一切众生。佛佛道同，都能利益一切众生的，都会跟观音菩萨一样有这个利益众生的功德。当然呢，有菩萨不同的别愿，他表现出来利益功德相会更广，有可能是有可能，但是能利益的那个三昧性，也就是所谓的悲智双运，好，那么这个什么呢？定慧等持的这个佛性的作用是一致的。他在讲这个，所以我一再的说，我说为什么普门品是四要品之一？它展现佛性的功德啊，它让你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观音菩萨能这样度化你，求他，他能帮你忙。你之所以被他帮忙，是因为你也有佛性，将来你也能这样。你成佛，你也能，你还没成佛前，成观音菩萨的那个阶位，八地菩萨以上，你就能这样。我在讲这个，我其实我说了好多遍了。我说为什么普门品是药品，普门品为什么是流通分，我说了很多遍，就这个意思啊。好，啊 ，YouTube 有问题。好，来，有什么问题啊？狼被供佛常以误解，对啊，是容易误解，这是可能的啦，呵呵，这也没办法啊。这个就是我说过，你一直用人的经验嘛。那我问你哈，啊，人的经验是你人有问题啊，你不是佛有问题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是，当然了，我们讲，我们去说明的人啊，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我们说这样，我们说，介绍的人，我们自己本身啊，或者我们在跟其他还没学佛的人啊，你要去讲的话，你要带上一句话，就说，哎，这可是菩萨才做的，因为呢，菩萨展现出什么呢？展现出内在的那种对佛法捍卫之心，以及供养报恩之心。那他把舍身上最好的舍出的同时，他的我执已经灭尽，所以他对于身体虽然依他而修行，但不会贪恋，他的禅定也很深，所以他不会因痛而生烦恼，他也不会，啊，我们凡夫不行。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要叫我们去跟他学，而是叫我们要知道内在的报恩跟捍卫佛教的意义，以及最后呢，赞叹这件事情，随喜这件事情，将来你到了他那个程度，你也当然也可以，你愿意，你也可以这样做。我想应该是理解成这样。那他跟疾病是有真的是比较有直接关系的，就经上直接就不谈别的，就谈治病。他讲治病嘛，就好像阿弥陀佛也能治病啊，观音菩萨也能治病啊，但那不是主角，他主要是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极乐。观音菩萨全身救苦，一般救，当然救苦当中病也是救苦，但这里很特别，就只说病苦，因为燃生嘛，燃生的修行很特别，生是病苦的原因嘛，哦，是这样，好，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现在怕感染疫情，或者已经有疫情的人，哎，那就对了，送药丸菩萨品就对了，啊，哦，是确实的。因为请讲法师，我们佛弟子有烦恼就是有错，以永汉的护持佛法如何会通？没有什么，有我们才讲有烦恼就生错，是指为自己烦恼。那你为众生烦恼，那古来菩萨就是这样。你们那个什么那个《维摩诘经》说，众生有病，所以我有病，病就是烦恼啊，是这样子，当然是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他不求解脱啊，他求什么？他求成佛。他会再来，当然啦，有些人为了度众生啊，不，为了护持佛法，他真的生大烦恼。那个烦恼到已经，他的操作已经操作不了了。比如说，他都已经烦恼到所有人都不敢跟他一起护持佛法，那这样的话，你的护持佛法反而零。哦，要不就是你护持佛法，你可是要所有人都听你的啊，这也不对。我刚讲的是指的说你自己要衡量。你要去护持佛法，那要达到护持佛法的最大利益，那你就得控制你的愤怒。我不是叫你用愤怒去护持佛法，不是这个意思的，是说你对于这个违背佛法的事情，你要有愤怒感，
至于你要去护持，搞不好你要用笑脸去护持啊！你不要，你把我话听死了哦。这道理是这样啊。哎，好。在家人自己狼狈是否犯忌？这要看了哈，没有所谓在家或出家，我说过了，菩萨戒里头不是叫男生男辈来止吗？以供佛吗？我说过，饭碗菩萨戒也没有说一定在家人才能受，出家人才能受，在家人不能受，也没有这样说。菩萨戒是一切众生但听法师语啊，但得法师语，尽皆得受戒的呀，对不对啊？所以菩萨戒都这么讲了，你能够说在家人犯戒吗？当然不能。那我刚刚提的是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就近他是华人传统文化出来，他就害怕人家批评，他就会说啊，那个凡夫一般不要随便这样做，哦，那菩萨才这么做。他先堵掉了这种抨击跟可能的那种所谓身体法夫受是父母不敢毁伤孝是死也，曾子说的这种儒家的大帽子，他想要先排除，他终究是儒家出身的嘛，是这样。那我就把他提出来说，是的，他会这样做，我也会这样做啊，我也会先告诉那些没学佛人说，也不要随便伤害自己啊哈。但是我会带一个弹书说，我看过人家就修得很好，哎，他吓死人了，他就像烧到断，他就用自己的指头这样一弹掉，他就有办法这样，就在普里啊，光我知道就有三四个燃臂供佛的呀，当然也有那个失败的，也有失败，他就会很痛。哦啊，他没做对，他就很痛，然后他还会求医，也有，但那个也我们也不能够轻视人家，他是有好心，他不是发疯了，他是这样做，哦，所以这不关乎身份的啊。不过当然我们也不随便跟人家讲，尤其不能用嗔心，修行这叫供养心、恭敬心、谦卑心，你可以请有知的道友来帮忙是可以，但是不用大肆宣扬，哦，不必大肆宣扬。他有一定的做法，比如说他清净身体啦，他要慢慢的断食，让自己不要那饮食，然后慢慢的缠这个手指，缠到有一点怎么样，有一点断掉那个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包那个油布包，然后燃掉。那你光想就会害怕，人家他就是敢，又敢了。那个谁也是啊，刚我原籍的那个谁啊，会在大陆都带人家念佛的那个什么体会长老啊。他就是啊，他就是烧一指的，烧一仔两指的，好多，哦。那还有虚云和尚也是啊，哦，你看，那你就说怎样嘛？当然的，但在家人确实少见了，我看也不太好了。你还有眷属，哎，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看你还是出家再来做这个事比较好，哦，但经上没有说这样是犯戒，没有这样讲，哦，或者我还没看到。但是我从菩萨戒来看，我就看出来他不拣别生俗的。不过我并不鼓励这样做，就是了。我至少我不鼓励在家，因为在家有你的家人呢，啊，对不对啊？还有吗？请问给别人诵经回向去病，病人能得多少？能完全好吗？请问哦，这地藏经上说嘛，七分你自己得六分，他得一分嘛，已经讲过了，是这样，是不在经上，不在这里啊讲，但是经。各得分分得六七分钟，他你得六分，他得一分，是这样，哦，有这个说法，是不是都只是一定这么死板？我也不敢说，但经上真的这样讲，应该差不会太远。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你有缘，所以能得这个因，得那个回向，而你是自己送的，当然得对最大利益，啊，是这样啊，这样你就知道回向有用，也给你证明一件事，回向有用。那为什么回向有用？因为法界心性是一体的，所以你的心、他的心其实相融不并、不坏的，是这样。所以有众生作恶，菩萨就像伤害自己一样的难过，就是因为修菩萨道修到这么好，他就能这样子，啊，意思一样。为什么《法华经》是经中之王？哦，那你要去看啦，啊。他不讲开会啊，那。这个开玄显实会三皈依，诸经没有这样说，对吧？诸经也没有两尊佛都来，诸经也没有这样一切在在的显示一切诸佛赞叹他是究竟圆满。当然，诸经有赞叹诸经的，其他经典也有在赞叹，但是像他这样子说唯一谈玄说妙的经是没有，说一切众生皆成佛，而且也受尽一切众生成佛的，哎，这没有。
有时候经典在赞叹经典，在某些华严经也有佛菩萨赞叹华严经的，有，乃至于其他经都有被赞叹，但说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就没有，是这个，所以说究竟中华，但还有好多理由啦，主要是这个。有曼师父，家人非常排斥生人，而且诽谤，身为子女该怎么带他们皈依三宝？哦，那就不要带他们皈依三宝，你自己先好好去皈依三宝，供养三宝，先不让他们知道。那你先诵经，你做好你的样子，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去请师父帮忙回向，哦，供养师父等等，你开始得到感应。你把这个感应点滴的让周家人周边知道，哦，你比如说啊，我这个病其实不太容易好，你们都知道。但是呢，其实我请了什么师父，或者我在哪里参加过法会，要不是师父慈悲，都很难来让我好。哦，那样。那至于说你有去供养三宝的，你不一定要让家里知道，因为他既然不恭敬三宝，他不希望你去拿钱去供养三宝，他会说你头壳坏掉。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要让家人知道，甚至收据你要自己烧掉，或者不要收据，这样你才不会让家人发现，他才不会诽谤、哦，他才不会这样。现在你看社会上人士，结婚他说都要在教堂里拍摄结婚，奇怪，那么多人到教堂结婚吗？好像不一定吧。但是呢，只要说什么被骗钱的啦，啊，或怎么样的，可能要不就是演成说，到去参加法会就叫做被骗钱。奇怪呢，这社会连拍电影都这样拍法的，所以整个社会氛围对传统的佛教、道教，尤其民间信仰等等，特别是佛教，它是充满了不善的这种态度，很多很多。最近有一些有影集也有出现这种样子，这就是文化人对待宗教死板、刻板的看法。哦，那就所以你要了解，也要小心啊，哦。再来，你父母对于出家事务的那个反弹，也有可能基于某些他个人的经验，你要去了解。好，那甚至于有些经验事实上是他错解，要不就是他遇到是假和尚都有可能啊。那这些当然你要去再去了解了，这我就不一而足。还有什么问题？疫情的时候，他4年快2个月，以前念佛很容易入睡，现在念佛不容易入睡。是不是跟阿弥陀佛不相应？要不要感受？要往菩萨顶心？我们不敢说你一定跟阿弥陀佛相不相应。你可能需要再做一件事，就是回向冤亲债主，这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呢，你可能要调整你生活的样态。因为你都在家里了，你是不是运动量不足，还是肺活量不足？这些的造成你的那个气血不顺。这个季节不是是很难睡觉的，哦，睡觉也会多梦，哦，你要知道，哦，是这样，啊，最后就是说确实啦，有可能你在这段时间或者你的因缘暂时就调理身体来说，念药王菩萨品啊，或许对你更有因缘，你也不妨试试，你也可以两个都做，哦，是这样。再来就是说真的不想睡的时候呢，你应该去拜拜佛或经行或诵经，或者好吧就听经，有睡意你再去躺。那醒来了真的睡不着，不要硬睡，睡不着你就应该随顺自己，要不就冷静嫩经，不要硬要求自己睡，要不就起来静坐，要不起来经行，要不起来看经，睡想累了再回去躺，不然你越躺越恐惧，哦，这点你自己试看看。如何如法供养法华经？最简单的办法，你家里有空间，你就把它供起来，干净的、高一点的啊，那前面有香，旁边有花灯什么的啊，没有就干净就好，没香也没关系，不要弄灰尘，哦，有个罩子罩住最好，不要跟什么酒烟啊什么的世俗东西摆在一块，他们在下面，你那个在上面也可以。那不要放着这么肮脏的地方，厕所里的不要放，哦，个人的小寝室，读书的时候可以放，在家里有自己的独立寝室没关系，盖起来也可以，等同佛像可以盖起来，就这样。那还有一种做法是你自己没有，那你就来供养一部法华经或两部法华经，你在万佛寺登记一下，说请师父帮你供养到道场去，那功德你也得了。哦，是这样啊，哦，
帮你供。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他家里暂时没有办法供，他就请了五部啊，一部啊，那说师傅啊，我登记起来，这个呢就是我钱缴了，那不要寄到我家，不要给我，我就供养给有缘的出家师傅或道场。那我也供养好多，替他供养好多出去，也可以这样，很多了这一类的啊。好，啊，读诵当然也是啦。你如果要读诵，或身上带了一本，我们人很小本带在身上，随时可以读诵，这也是一种供养。好，不是说供在那叫供养，读诵、听闻、理解，叫人家来听，像今天这个课，你分析，你分享给别人听，这就算是供养的一种。哦，读诵、修持、供养、分享、流通，啊、哦，书写，若是书，若他人书等，都是。啊、哦，还有，没了。哎，好，来。就是《法华经》有说，接佛受手不得恶趣，往兜率天，但是又要往品提到往生极乐，请问要如何理解？是这样子，也能说吗？往生极乐？哦，不是。那个往生极乐就是你任何人都可以想往生极乐啊。那千佛授受是指的说，哎，你愿意再跟菩萨去修行，谁？弥勒菩萨呀。你喜欢跟弥勒菩萨修行，那当然就诸佛菩萨会带你，让你能够安心的以凡夫的身份就能去。去的时候再用凡夫的方式回来。回到了什么？回到娑婆，与弥勒菩萨共同修行。所以确实是有菩萨，因为他要等下一尊菩萨也来人间。有人他就乐意在人间了，就好像有人天生你说跟他讲做女生不都不好，他就喜欢做女生了。那我不是说过吗？有众生他就是不发菩提心，你硬要说一切众生皆成佛道会伤害到他，所以容许经典当中有看起来有对立的说有众生不能成佛，是这样。这是有理由的。我们在菩萨啊、菩萨什么经上面我们有说到、哦、名字有一个菩萨、菩萨什么经当然有说到这个道理、哦、我们在讲天台的时候有讲到、哦、意思一样应那个机而已、嗯、但我们大乘法长期以来我们还是比较主张往生极乐比较快而直接。当你没得选择，你从来没选择，你第一次要选择，你如果能你选择阿弥陀佛是最直接的。啊，当然你已经过去有选择了，你现在怎么念你就跟，弥勒菩萨有缘，那就往生弥勒菩萨 ，OK 的。No. 还有呢？你刚刚还提到药王品所说往生极乐，就是指针对你吗？哦，没有啊，没有啊，不是，所有人，所有人，我刚开始就讲，哎，所有人，所有人都可以，不是指女人。请问念楞严经有时不准？会有问题吗？楞严经有时不准，有人啊，像忏公他说啊，那你就再念三次那个补缺真言啦，或者是百字明啦，就补缺嘛，就缺路要补缺嘛，好、哦、是这样啊、哦、啊，然后呢这、各种的咒语来念一个三遍三遍这样可以，好、哦、再来就是你念慢一点，慢慢越念越准确了就好了，哦，你字义懂最重要，字义。不是说多懂，就是哎，你知道念这个字，下一个是随文能够入贯，心中就算语言念错字，英文不也你能够说它错吗？没有啊，意念重点是意念，意念对为主，发音稍不准还好啦，还好。但是当然了，尽量念国语就国语的发音，台语台语的发音，让它标准一点，哦，是这样。但重点在于心念，心念正确，音不对也 OK。药师经跟药王品都是一并怎么办？普门品跟药王品想替不信佛的家人消灾，但听一听药王又不错，可以改吗？是这样，你以你熟悉的为主。我一开始我就说，其实就不分别来说的话，一切诸佛法的功德相其实一样。那药师如来其实他更在意的是那个十二大愿，那十二大愿不一定只是医病而已，他还有更广泛的谈物质啦、修道资粮啦、生活所需啦、人生当中的生活种种，他更广。那专治病的确实是药王菩萨，这里特别提到这样治病的概念，特别提，好，是这样，是第一。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他就能互相取代，就你还是以相应为原则。你问我这能不能改，没有哪一尊菩萨会生气的，
哎，你怎么念他不念我，念我不念他什么的，什么的，本来在念我的，你们换题目了，他我不高兴，没有啦，你不要把它想成那样，用凡夫心去想，啊，你也可以这样做，你说啊，到了一个程度，啊，你感觉圆满了，那我接着我还想要再求，那我以广学多闻的态度，也不要说以舍取舍的态度，广学多闻的态度啊，我现在来转念啊，药王菩萨品。还有在药王菩萨品还有一个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法华经哦，你别忘了它是一部成佛的法华哦，它最终还是以法华的功德 为更大的一个因缘哦，是这样啊。播放法华经 CD 是否有功德利益？也有一点了，但是很小了。那如果是这样，大家都念佛机摆着，你就跟坐着准备往生了，那这样就是就不对了啊，这样诸位了解吗？所以说应该讲是说也有一定程度的功德啦啊，但是呢，这个只能够说很弱，因为还是重点还是怎么样？重点还是要你自己成就哦才可以的，你自己去念。才是重点，这点 很重要，所以有没有有一点点，我只能这样讲好吧。有一点点，还有呢，后面是这样，诵完经典后，要再诵心经补缺，是对的吗？诵心经补缺，心经也不算是补缺了，心经应该是说，让它显密圆融，让它空有不二，啊，让它产生一个，我们对般若的正见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它不在补缺哦。补缺是指刚刚讲有补缺真言，啊，有加持的真言，有类似像这个百字明这样叫补缺，啊，是这样，啊，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也就送了也没有什么对或不对啊，你加送就是好的嘛，是这样。但它不同的经，或者不同的咒有它特别的用意，哦，那补缺真言特别有这个用意，是指这个意思。好，没有问题了啊。好，那原则上是这样子了哈。我们这个在疫情当中哈，特别有同学提出来说，要对于这个药王品呢做一个算是一个略说啊，今天也很圆满。来成就了，大家也很辛苦了，希望大家都能了解末法时代弘扬法华经是有多元的方法，从整部经 的读诵或者是印刷流通供养，乃至于赞叹，乃至于分享，这的都是到今天讲的就是药王菩萨品，确实比较在一般坊间比较少看到单独的一品，可是呢，我们看一看，第一它也不多，第二呢，他提到的那功德跟治病的功能，还有转化我们今生跟未来世的这个生命样态，他其实讲的很特别，讲的多。好，你比如说生命样态就是让你往生极乐，往生极乐，乃至于女转男生，这样这女转男生这种状态，如果说有人对于自己的性取向，这个没什么好或坏，但是你觉得对自己的性取向，你有困扰，这样子啊，那搞不好应该送药王菩萨品，应该也是可以转换，因为男女都可以换身了啊，女都可以转男了啊，对，那算你的性取向的取向感的转变，基本上也就可以做了，也就可以做到啊，像这些呢，都可以你去跟其他经典上都谈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你就可以自己用心去做。那我个人感觉，只要你对他有信心，
应该会有很大的利益的。那在感应录当中特别提到，诵持可以女转男生，当生女转男生，肉体都能转了，怎么可能性取向不转呢？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地方啊。以上就说到这里，来，我们一起回向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佛，智归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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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